是说王宫曾经被丰臣秀吉给烧毁，日本的又来了，就是高汤，就是我们在家煮的那种香菇鸡汤的高汤。我还在想那是什么感觉，有点像绿豆碰的里面。今天早餐依然是饭卷。你有发现那个台湾的塑胶袋都是红白相间，这都是黑色的。这边的塑胶袋都很薄，它是很环保的。玉米分解。我不知道，但是它是薄薄的。吃完再去换韩服。这比昨天吃的可以贵2500元，也比较小卷啦。哦，对，也比较小卷。我们换好韩服了，韩服是在 KKday 上面订的，然后他加了钱做了披肩跟头发，你这样子就花了10000了，超级有钱人，比吉娜邦便宜。我们挑的是宫女服韩服，大概在地铁站2号出口一上来就到了，其实蛮近的，原本人家说很难找。在地下室，你要认他的招牌有个护体。对，所以其实蛮好找的，我觉得这间蛮方便的。不过它离景福宫就有一段，要走一小段。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景福宫是现在韩国现有的宫里面最古老、最悠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它是以前的总统府。就是说王宫曾经被丰臣秀吉给烧毁了。日本的又来了。当初丰臣秀吉打进来的时候，又把这座烧掉过，然后后来又有再去重建。这个他们后来就是把王宫又迁到其他地方，就是丰臣秀吉烧毁之后200多年，才又把这座宫庙，这座王宫给重建。那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皇帝呀、皇上他们在这边办公的样子。我们走进来了，我们从旁边的韩服通道进来，穿韩服里面是不用钱的。如果说你没有想穿韩服，那就要付门票的钱。里面好多人啊！今日微服出巡，感觉首尔正在下雪，感觉是否有异事发生？怎么会有三月雪？是否有这个冤案呢？来，请澄清您。您有什么样的冤案要澄清？我的钱包，是我们一切都。看起来在这儿。没，你这样子那个空袋啊。因为我们只有来主福宫，所以我们走足2.5小时。啊，对。如果你要到北村韩屋的话，就建议要留四个小时。4个小时，对，它比较远一点。对。里面真的是以前皇帝办公的那个地方，你就看到一张椅子在那边，很大张。对，是很大一张，就是他听政的地方，就是然后那个大臣啊会进来，然后跟他介绍那些东西。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也来哦。你来我家干嘛？那个呆萌。来。什么心啦？音啊，秘密的秘，好难哦。我是台湾人吗？我看不懂繁体字。我要看中殿。各位，我们来到了皇帝睡觉的地方了，康宁殿。这边是他们以前举行宴会的地方，对，你看很漂亮，旁边就是一堆河，一个大河。他们在那边搭竖琴啊，然后皇帝就看了一个兴奋。他们以前都要在这边一个戏的话，一个兴奋。因为皇帝喝酒啦。我们现在准备回去皇的，这里太大了，2.5小时逛不完，或者是花很多时间来拍照。还有一小区没逛到啦，就蛮大的。其实就是我刚刚有跟他说，跟 Amy 说，其实它没有很大，就是直直的过去，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它太多小区块了。啊，毕竟他们的宫殿要住很多人，以前那是很多小孩。对啊，就是一小区块，让你觉得说，哎，这边很大，然后都在里面迷路。我
们穿越回来了。现在的我变得比较暖和。哎，刚刚很冷。对，一定要穿发热衣跟发热裤。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只是十度，我们就已经接近极地了。男生不会，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他只是把衣服套上去了，就套个薄薄的一件，可是只是就没办法穿外套。对，然后女生你就要换掉。对，所以里面要还是要穿多一点。啊，他头发只会把饰品拔掉，他不会把头发拆掉。其实他也没时间把你拆头发。但是很多人说他们会租四个小时，然后会一起走去，可是其实蛮远的哎，他走到半个小时。每天举行四次，请大家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和关注。所以它是文化团去主办的啦，它不是真的军人啦。但是在告诉你说，你以前他们交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这一场是两点的，啊，一次二十分钟左右。我们赶快还完韩服，等要去打鼓声，然后就突然看到，哦，原来正在交接，然后就过来看。금요일인가네가만나자했던날이그시간이후로나너와나생각해봤어来了我们的草莓可颂，跟这个叫什么名字，他写英文白雪小三。好，我们去叫他白雪小三。跟拿铁跟六千没有，这个六千五，我们排好久的队哦。排队到结完账，都拿到付了钱，花了一个小时。好，那我们就开吃吧，先喝拿铁。是顺口的。顺口。这是他们家韩国著名的草莓拿铁。哎，它里面的可颂不是湿的可颂，是那种蓬松可颂。这个 poppy 的巧克力酱，然后它是草莓巧克力酱，这是好吃的。真的有巧克力的味道吗？感觉真的有吃到。有啊，它是草莓巧克力啊。啊，它的草莓酱不会很甜。而且它里面的面包是完全没有甜味的，所以是甜刚刚好。这个是我们叫它什么白雪小三。刚刚我亲眼目睹它的制造方式，它是先裹一个类似糖浆还是蜂蜜，然后就再撒上这个粉，让那个粉可以粘上去这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你吃起来的话会吃到黏黏的那种感觉。它是造型取胜，味道简单，一样是好吃的。它的内容你看它里面是没有包的，它真的比较没有这个这么惊艳，这个的惊艳感你会觉得说吃到很多东西，然后这里就是吃到那个粉跟你的那个糖浆的甜甜味而已。要当吃饱饱餐就不切开来叫妈妈吃。你的桌子是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我刚才在推上车，舱门又关了。好像铁达尼号的故事啊！好悲伤啊，我都快哭了。哇！你先走，你先走。真傻！不要管我，你先走。又要来吃了。我们又来到了广藏市场，刚吃好饱，就现在又要继续吃，然后晚上又要吃红林半只鸡。这个就是那个麻花卷吧？一进来就是麻花卷啊。喜获一杯喜 K， 它有一点红曲味，然后再加上一点米。我怎么感觉看起来像西米露？没有，西米露其实是很多西米，然后这苗子很少，而且它的红曲味就有点发酵的味道，我觉得我要习惯一下。但是第一口我觉得没有很顺，但是还有第二口，它第二口。对，我觉得它还是有个发酵味，而且还有它的绿豆的味道。喝喝看，豆味很重。绿豆味。对啊，我觉得还蛮好喝的。那个发酵味的。我喝不到发酵味，我觉得喝起来有点像绿豆汤或是红豆汤那种，比较偏绿豆汤，我还蛮喜欢的。是吗？嗯。我们又来买棉被。我们买两件。
两件12万，一件6万，等于说我们买两件3000块，台湾就2000多块这样子，以上都可以抽真空。你中哪一期数？哎，你两件棉被，你再没有中奖，你就是改个级，这已经很轻了。真的？你想想看，你有办法大虎的棉被一只手抓起来吗？没办法。原本在台湾做功课，以为可以吃点半只鸡，然后15000韩币，就没有，鸡低消就是一整只鸡，所以我们两个人要负责吃完这整只鸡。原本在台湾是看到说人参粥很好吃，但是我们现在这整只鸡下来，我们就吃不了那个粥了。马铃薯肉年糕。其实一锅就很饱嘞，因为很多肉还有年糕就很饱了。你来这趟来韩国吃了好多鸡啊！我很补饭。我来喝喝看它的汤，哦，很补哎，就是高汤，就是我们在家煮的那种香菇鸡汤的高汤，好吧，可以的。当然就可以啊。不是，关键是食量之间 max。冷冷的天。决定要把棉被拿出来盖。那我们要怎么上飞机？跟空姐说 ，OK OK， 我有自己带棉被。还好我们搭华航，讲话听得懂。我们只剩最后一晚了。已经想念自己家了。想念家不想念上班。真的。到了麻花卷，是麻花卷，这个是红豆甜甜圈，这是我们的早餐。对，在广藏市场，这个排了超久的。好，这个卷卷卷卷，我刚才用手机翻译，它就卷卷卷卷，都不一样，但是翻译成又是卷卷卷卷。哈哈，快酥内软，它的皮有加肉桂粉，不是像是吉拿棒，不是肉质吉拿棒，然后它里面很 Q， 闻起来就是有肉桂味。有点咸甜咸甜的感觉。来韩国怎么一直在吃肉桂啊？明明不喜欢吃肉桂。另外一颗红豆，这很像是台湾的那个，特别是像芝麻球里面包的，可是它外面就是甜甜圈的皮。这个也有加肉桂粉，可是它的红豆味比较强味。花卷那个是台币1500，对，1500。目前来韩国的感觉物价比台湾还要贵。广藏市场这边就是卖韩国的很多的小吃，什么麻花卷啊、血肠啊，或者是一些年糕，对，辣炒年糕，然后麻腰饭卷跟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卖的韩国小吃，这边都有。然后它就有点像是那个日本我们上次去的那个黑门市场一样，也都是卖吃的，但是它的种类就是不像黑门市场一样，它是更传统的那种市场，而且也是很多人来这边吃早餐。现在早上10点多11点，就很多人绿豆煎饼来了。我还在想那是什么感觉，有点像绿豆碰的里面。我觉得口味很复杂，跟豆芽菜。刚进去的时候很像萝卜糕，然后到后面吃起来就很像蛋。里面加马铃薯呀？对啊，对对，马铃薯。最后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薯饼，然后它又有加萝卜丝。没有，那是豆芽菜。哦，是豆芽菜，因为它是萝卜丝。还好我们是点小。好大一份。对，小的最好大。看起来像混入上班族里面。对啊。你好像出差哦，可是穿的一身轻便，还带了一件棉被来上班。丁特包，丁特包试用员。刚刚你跟我说我平常在穿的衣服啊，就是它是多少钱？15000韩币，73.8万。那么贵啊！重点是我们网络上找的那些韩国代购，我们在韩国都没有看到，不知道去哪里批来的。就路边摊。这里路边摊哦，一件衣服要台币400块，
超过路边的哎、欸，士林夜市只要100块。好笑，我们来首尔到现在都还没有买过衣服，每一件都好贵哦。这里有一台拍贴机，蛮酷的。贵也要3000块哦。那就是一般拍贴机的价格啊。没有吧，比一般的还便宜，我们拍是4000耶。然后它的景色就会是在后面的这个，像这样子，你就看得到如意岛现代百货的一个它的空中景色。就是这样。拍起来就是长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子。可以啊。你是省钱大师耶，你负责去帮人家省钱。其实说真的哦，这里蛮大的，它其实如果说你很会买的话，这边的选择很多。理性的消费者是不会因为品牌而疯掉。你这个骂了很多正在看影片的人。富潘达，什么意思？富潘达，然后呢？你看到这里啊，你像吗？我匪夷所思。去吃一次鱼板，就没吃到，因为我们只有在明洞的时候吃，不是，只有在宏大的时候吃了一只而已。因为一直在留肚想吃其他小吃，怕错过。对啊，那明洞那边一直才1500而已，好可惜哦。出花，出花，放到超重哎、欸！满满的香蕉牛奶，鸡皮呢？外韩国人会不会想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都要外国人一直在抢这个？我们已经喝4瓶了，再 take out 7瓶。没有，6瓶，然后再 take out 7瓶，13瓶喽。那以后你不要被我看到韩国人在扫麦香。实现香蕉牛奶自由。快吐了，太饿。刚在机场看到这个会眨眼的人。眨眼啊！对啊，你刚刚没看到他眨眼吗？给他动一下。他是头动，不是眨眼。他刚刚有眨眼睛啊，我有拍到。哦，快吐了。对啊，眼睛都动了。我要来上飞机了，要回家喽。终于可以回家洗澡，我想念我的房间，我的4个枕头。我觉得这次首尔最可惜的就是鱼板吃太少，然后还有一些点没有去到，没看到下雪。对，还有没看到下雪，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总是要留一些遗憾吧。之后才会再来首尔。这么突然的切换一个位置，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首尔的行程啦。Hello， 大家好，我们来到。哦耶！不开场，不开场哎。拜拜。啊，你的手。